次要去新疆，好没有默契哦。想说是有没有要讲啊？我想说有一个顿点，然后在新疆。好，我们要去新疆。而且我们今天是一人一间，一个人睡超大双人床，呜、透明的厕所。我发现新疆真的检查好严格哦，从我们机场出来，然后检查了过了海关，检查了一次行李之后，又再检查一次行李，然后我们在路上呢，就是到每一个饭店的门口也都有安检。然后包括刚刚在路上还有安检一样，就是每个地方都要检查你的行李，就是有一点麻烦。但是就是不管本地人或者是异地人、外国人，就是大家都一定要这样子检查。好，那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休息，所以我要先来化妆啦，拜拜。现在怎么这样看起来很嘻哈的感觉？我们现在呢在西小天池，然后我们会走一段，天气很好哎，然后我的披肩勾到我的脚趾头，录影啊。哇，这个是咬人潮哦，要不要剪刀石头布，输的摸咬人潮石头布。好啦，算了啦，停手就算了啦，死啦。蒙古包它是一个三角形的，哈萨克毡房它一两部分就是墙，这叫墙，那叫杆儿。然后上去，待会你的内部结构你一看就清楚。它那个墙是一块一块的，组合起来拼接起来就是一个圆形的。如果是把它那个拆开以后细合起来就一孔，所以拿那个毛绳一绑就绑到马背上就拖走了。其实这边也很有很欧洲的感觉，这里好漂亮哦。洗手礼，是热的，还蛮热的。不能甩水哟。第一个先吃蟠桃，再来先要喝奶茶。奶茶非常重要。这个是羊肉，就是羊肝。而且它没有那种平常吃鸡肝或者是猪肝那种粉粉的那种味道。
抵达布尔津的五彩滩。那我们今天的景点只会有一个地方，就是五彩滩，因为我们从早上8:30出发，开车开到现在。那现在的时间已经是晚上8:00咯，这么亮。尤其新疆这边他们的白天时间非常的长，大概都是晚上10:00太阳才会下山。哎，你也在新疆啊？初体验的那个厕所，但是蛮有记忆点的。对，就是一辈子不会忘记，一辈子要体验一次。嗯，它就是下面有挖一个洞，那你。那你往下看，就是可以看到很多。那厕所没有门，对，没有门。叫做合体夜市，没有很大，然后这边有很多的串烧。